12月11日，张靓颖现身上海机场，她素颜亮相，显得十分随性，身穿黑色卫衣长裤，休闲低调，手捧一杯咖啡，也成为张靓颖现身机场的标配。众所周知，明星的工作十分繁忙，需要咖啡来提神也是很日常的事情。张靓颖一边走路，一边与身旁送机的粉丝热聊，语气亲切，就像话家常一样，还低头耐心送签名，毫无明星架子。看来张靓颖从出道以来，一直拥有那么多忠实粉丝追随，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